道吧。就是这样，我真正的认为是无间道。其实这个也香港精神，是我很容易适应环境。你刚才说香港有什么适应环境，就是当 外面的元素有变化的时候，香港人是很快很敏感，能够立即改变自己一些方式也好，想法也好，是 adaptation， 就是这个适应这个环境那个改变。我相信这个是，所以你刚才说了，首先想到就是无间道。中国人去外面打工，你去到美国也好，什么地方也好，我们首先就要学会我们英文也好，法国，我们尽量让自己融到对方，适应对方。但香港，你看看我们的费用，在家里，我们这些婆婆去学英文去适应他，这个其实很特别的地方。我们的老人家，他本来可能没有那个说英语的能力，但是因为那个费用，他不能说广东话，当然有一些慢慢学，但是头阶段通常都要慢慢磨合。他是说英文的，我们这些老奶奶自己去学英文，为了应付，这些也是蛮常常见，也是说明了我们香港人的特色是这样，是适应能力很高。也不能说全香港人，我想说中文都有能耐，忍的能力，那个忍耐的能力很高。我相信这个是华人，我们中国人本来就已经有，几千年下来的。其实这些人呢，也不是单纯是去你从竞争里面建立起这个能力。当你的竞争力很大的时候，你就需要这个特色。